我其实从大几开始，我就想着我毕业的时候，人能给我惊喜就好，啊？就是要有个人能给我惊喜就好了，在我毕业那天。哦，没想到，我没想到真的有，Hello，Hi，Hi，真的能成，就是实现这个愿望，没想好。我就很开心这种。你平时好像也不怎么看电影哦。比较小，你很喜欢看电影。我挺喜欢看的，就一个人的时候看个电影，吃点东西那种，很惬意啊。可能我还是没能达到那种很享受生活的，还是很，我很快嘛，是那节奏的，哎，把你拉下来，我现在要，拉下来，生活中把慢我一提，点，工作上快一点。我觉得你很这 aggressive，比较 aggressive，就做吗？你会损失什么？你什么都不会损失。我什么都想挑战的那种，所以什么只会一点点，那吉他也只会一点点。那 OK 啊，我听你弹那个那首歌，这有的想不到的快乐，相遇就该能相说，你会永远记住。一般谈恋爱上头会很快吗？应该不会。不会。应该这么淡定。我感觉我喜欢一个人还是就需要一些时间。就可能也是会考虑很多事情吧。那倒其实也不算是说在考虑什么东西，更多的是就是在等自己。就是情感的那种，到没到那一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，你考虑的只是情感。就我感觉我更看重，就是情感，就是感觉比较对，然后完了之后他才会有这个情感的积累，对吧？这就很正常。你呢？你应该也不属于那种会很容易上头。对，我也不是，我很清醒。你觉得你来这么久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很开心，每天都很开心。你会有不开心吗？我其实还好，有一天我是特别不开心的，就是拿卡的那一天，写名字的那一天，因为我当时以为不是你写的，哦，好搞笑。我。如果你的那个首饰店是可以做首饰的，是吧？对啊。就是，比如说你的这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？从设计，比如说我图纸设计好了，我最近刚做完一个这个项目，需要多久？构思我花了2天，包括设计画图，然后建模花了2天，打样花了2天，6天。所以就是至少得提前一个星期。对。感觉你有什么蠢蠢欲动的想法？Hello，你们全都回来了。你吃过了吗？没有。真的吗？没吃。那你要吃啥？我看他们在弄啥，随便整点儿。乐联吃了吗？没，你们先把这个东西拿一下，然后我就用那个锅子，可以，OK，直接用。思琪，你今天是不是毕业？我突然想起来。对，毕业快乐！干一杯！OK，干一杯，OK，毕业快乐！成年快乐！你去他毕业了？欧阳，去了。去了？我去了。珠海，在珠海，真的啊？真的啊？真的？他突然去的，我他没有告诉你？
他没有告诉我，他给你一个惊喜。干嘛？没有发生什么事？他们说没有告诉他你去。哦，惊喜嘛，惊喜嘛。啊，一切都是早有预谋。哦，他不用这样子，那他要怎么过？你这个看秀爱，我刚才在看那个兔式的节目。美女厨房。你好好看，你回头，巨好看。哇，拍的真好，真好看。啊，对对，这个是像豆看秀爱那个。那个电影的感觉好美哦，天啊，真的假的？你不要拍我丑照然后说很美哦。给我钱。好美哦，好漂亮，太漂亮了吧，太漂亮了吧。哎呦，还有哎呦，专业的会拍会拍什么，好漂亮哦。嗯，好看，哇，好美啊！你抱着这个大盆，就像你自己吃的，吃光光。你的脸好小啊！啊，好可爱啊！我也看不到。天哪，你就刚刚看过去，啊，好漂亮啊！天啊，谁的侧颜那么美啊？别再夸了，害羞了，脸红了，太漂亮了。不要脸红，这是事实，绝了。黑裙子，你像刚参加完舞会的美女。对，好美，哇，好有气质啊。对，我现在已经飘在空中了。我看看，好漂亮。哇，真的好好看。对了啊，好美呀，啊，这张也很美，对吧？我都说好呆一盆。你看到你自己了。对，没关系，鹏哥，我也可以给你拍，来来，好帅呀，好帅呀，哇，最帅的呀，是最帅的，哦，更帅。我也有大盆。我们是直接去那边吃晚饭了。对，你要等到晚餐回来了吗？什么加快啊？你会等到晚的 dinner 会很饿吗？我都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你会很饿吗？就要等到晚餐。哦，我不饿，我不饿。你饿吗？我不饿，还可以。今天是？哦，那就行，那就行。因为今天说的挺对的，我反而会挺期待小屋之后的一些时间。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，就是我永远会期待最本质的那个他的状态。就是我其实想要了解的是真正的他。我好想把每一秒钟都记下来。你要拍照吗？他拍不出来。没关系，我记会记在脑子里。其实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晚饭之后，你们把那个碗洗好，我们就提着那个垃圾，穿着两双拖鞋，然后我们走到我们家旁边的公园里面，然后你就拖着这样拖着那个拖鞋走，然后提着那个垃圾丢掉。那个非常日常里面的，对，然后你就在那里看，哎，有小孩子玩得很开心，有一些阿姨叔叔唱歌唱得很开心，他们都在享受自己的生活。哇，我们也在享受你们的对话。对，他说的其实这个他现在描述的一个东西很浪漫。是吧？什么东西？我说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可能手牵着手提着两袋又重又臭的垃圾
然后你去把那个垃圾丢在小区的那个垃圾收集点，然后你们就拖着这个拖鞋这样子拖着那个拖鞋，然后就这样子散步聊天。你呢？你也肯定想过这个问题。跟你一样啊，平凡的小确幸。对，平凡的小确幸。不要踏实一点吧。哦，踏实一点。你点。两个人在坐在一起沙发上看那个电视剧，然后就让你感觉到你很幸福。嗯，其实幸福都是在平淡的生活里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。OK 吗？嗯。OK, one, two, three. 再来一张，一人一张。对，一二三。OK. 我完全一样的两张。我没有这个笑得开心一点，是吧？这有点假。我拿这个，那个比我最好看。当然了，最好的都要留给你了。能够连你的，哦，相信。谢谢。我觉得很适合你，应该。真的吗？你现在把它点了。嗯。你真是。我刚才看我们的照片。赶紧给我看一下来。给你看一看。那几张都挺好看。我看看，你别看。你就我别看了。格式的好看。嗯。真的很呆滞，这个是。哎，你太丑了，我删掉一张。不满意思。太丑了。删完了没？没有。一张一张仔细端详。好香啊，还没打开就已经觉得很香了。香吗？累吗？啊？累不累？还好，还好。主要是那两公里开的比较累，其他其实还好。明天我开吧，明天我开。行吧，那你点着伤心睡吧。之前我是特别讨厌精致和浪漫那些东西的，大家都比较精致，然后我太丑了，就有些人是可以通过仪式感去取悦自己的，像比如我觉得清雅应该就是很需要仪式感的一个，而这个恰好是我最不擅长的部分，再学了，再学了，再学了。